他可以。我下去，我下去也可以。拜拜拜。哇塞，看一下。昨天晚上又来了一个石家庄的车，我又拖了一个箱子，所以我称它为火车。哎呀，云彩起来了，但是我要先吃一个早饭。昨天晚上我们住的是这里，哇，真的队伍越来越强大了，各种房车，还有那种像火车又像小火车一样拖挂式的，哇，这个房车真的，哇塞，这大车，这真的老大了，你看那个，就跟装甲车一样，这大轱辘。Your Instagram and I'll be creeping a little I'll be trying not to double tap From way back Cause I know that's where the trouble's at Let me remind you of the days When you used to hold my hand And when we sipped champagne out of cider cans I guess if you were always saying I wasn't Superman 天气很好，我们现在在等车，然后准备去看那个千古情。You wouldn't be calling me up trying to Cause I'm positive that you don't wanna know about me看起来是庞大的千古情了，千古情，看千古情，看演出啊，看到了，这个山炮，这个山炮，这山炮，来快点，我们来揍一顿 PK 一下，来，耶、yeah! ！你不是拍照，是录录像。我已经打了三个头。恭喜发财，万事如意，耶、yeah! ！哎呀妈呀，狗带啊，只带了拍竖屏的，没带拍横屏的架子，我真是。然后我妈现在在用这个现场做，现场做这个。板儿不是叫垫片，垫片真专业，这词儿真专业。我妈简直太厉害了，就用了几个硬片片，就愣给弄了个手持，果真是轻不了。阿关证实了一下，我一直以为叫什么清凉补，哎呦，对，招亲嘛。今天是娘入洞房了。刚才我们在这里拍视频，好多人问我们是不是今天晚上在这里演出，我的天，我说我们是游客。千古情真的太好看了，就是太短了。看完三亚千古情，我决定把所有景点的各种情我全看一遍。终于回来了，这一天呐，看他们已经有人开始支起了帐篷，看起了电影。我们家头就起来在肚子上喝水，那是哎呀哎呀，看我们这吃的多丰盛，过年啦，今天大年三十，来，新年快乐！哎，终于看到我放的鞋了。我看那个人照片，我感觉真的，对，真的有人。